在哪儿啊？我有点难度啊。对，就人物不是。真？这个找到了？我看不清啊。也没有什么规矩，就是随机的。不是，你别把这个跟我拼一起，我还容易看混你们。你们仨都一样，你们仨在这样看这样。你看我找到很快，但是确实藏得很深。啊？你的？你看，我这根本就没有，好吧？你还可以给我配副眼镜吗？小雨找的怎么样？我没有，我得找一些黄色的东西。吃了。我给他找到了，我一看，我看了一秒就找到了。你什么死眼吗？我这个白红太像了，我服了。他这个 egg 梦就跟我这个长得一模一样。这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七哥有内幕，绝对有内幕。你是背下来了吗？难道小眼睛有好处吗？你。为什么吧，小眼睛可以把眼睛都你的是什么颜色、啊、让我试一下，咱俩是一样，看不到，差不多。龙龙这个在哪儿啊？我就是找不到，更花了。主要是我们主要眼睛有点散光，可能聚不太一起。应该这样子。龙哥应该在下边，咱俩在中间，咱俩在中间，咱俩在中间。都怪我们脸太小。我们看不应该在这边，应该在这边，在下边，是不是在背上？就不在啊，我以为他是那种部位的问题，我也找不到。没有啊。我找着了，我找着了，妈。在哪儿啊？啊？哇！哦！为什么我转了扫那么多圈没有？哇！哇！果然在中间。